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课程设计思路目的主要围绕卫士引流展开讲解，包括卫士站内引流及站外引流、卫士竞价等相关内容。卫士站内引流，卫士流量入口，介绍卫士店铺客服体验提升技巧，卫士店铺物流服务提升技巧，卫士店铺 tag 写作技巧，卫士数据插件工具使用方法，卫士卖家如何蹭热点，卫士竞价什么是竞价，卫士制定竞价设置注意事项，卫士建议竞价是什么，卫士竞价上限是多少，卫士竞价设置的技巧，卫士竞价如何确定，卫士站外引流借助 Facebook 引流技巧，借助 YouTube 引流技巧，借助自建站引流，卫士引流工具推荐。